说着吧，自己这说我这就会玩一个，然后一边呢还玩点别的，还老说我乱玩。我们这。他闪得这么快呀。我给你们这里插个眼。哇，他闪得真的快，这人闪得好快哦。我这对面下路不出来了是吧？我不是跟他换闪，我如果闪现勾他，他就死了。我要能勾得到的话，前提。来把洛克萨斯之手啊！赶紧推，这波赶紧推，一会儿蓝枪又来了，快走啊，回家。咱不是说乱玩，你说那洛克萨斯之手就拿屁股玩，是不是都掉下来打的大树？是不是？基本上拉着就死吧，也不拉着就死，近身就死，基本上能近身就已经这大树就是死了。咱来个扛他这大树的人不挺好的吗？怎么不是呢？那落手打大树不随便打呀，我打了一波双闪，一会儿我有闪现他死定了。到底在干嘛呀？精神病啊，这是。赶紧啊，大树搁右边出来了，拦着他。
没啥蓝了呀，这英雄挺费蓝呢，我这一看呢。哎呀，我擦，这老树盘根，给我杀了他！哎呀，没有麻，没有玛纳了！哎呀，我操了，没有 MP 了，这 W 要多少 MP 呀？没事，这波一换一还可以接受啊，我们不算太亏。银马来了。我寻我征服者加上我的平 A 流血效果，我怎么的我不吸回来呀、啊？还有我血怒，我这即使我没蓝，我拖一拖，拖一拖这个技能，等一个 W 应该也行了。但是刚当时确实是没有 MP 了，差一点点就有 Q 了 ，Q40，W40，E70。这都没扣到、啊、简直了，简直是讨厌。卡牌交闪了，不过我刚才的韧性是真高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刚才我的韧性属实是太高了，我一手水银还加上我的韧性，刚才那卡牌定我都没定住，都有点，死哥让人赶赶，死哥零杠三了。崩了，属实是有点难受。他这波还有闪，人连赶扣我两波，哎，真膈应，真烦。他们家的节奏真的真是有点好啊，他们家的节奏，那蓝枪的节奏怎么这么好啊，我天哪，为什么一直抓人呢，抓从上路一直抓到中，抓完中路再抓上，哎呦我操，一顿抓，然后去打那个峡谷先锋，
快跑，蓝枪来了，赶紧撩，受不了。哎，这怎么 Q 到我的？不咋掉血呀，这大树有点肉啊。你刮痧也没办法啊，那装备没他好，那你咋整？等黑切吧，等黑切再看看吧。大树过去了，哎，炸死一个还行。你看你勾他干啥玩意儿呢？哎呦，上去勾引一波。哎，不过算了吧，那大树有闪现。没有大。没有大咋上啊？这你勾他，我过不去了呀！啊，回家出我们的黑切，发财了！
我也来个小反甲。哎，俺们也来个小反甲啊！我的目标很明确。那有个奶妈，有个蓝枪，整个小反甲。那也不好杀呀，这回能杀，这回能杀，这回能杀。哎呀，你怕啥呀？这回能杀了。刚才他搁塔下，俺俩杀不了，他出塔了还杀不了吗？你给我死！快点回家！来个携手，虽然我们家三线崩，但是慢慢玩呗，也不急。你说是不是？也不着急，着什么急呢？还有疾跑吗？减速能不能？哎，减的稍微能减得到点人啊，兄弟。哎呦我操！二换一还行吧，你们不把那奶妈杀了怎么杀后边的人？你得先把奶妈杀了，后边有大树。俺俩再把这卡牌杀了，走，我跟你去把这卡牌杀了去。他这波没有闪现。来跑！我都想不交闪现，你知道吧？那怎么这下路抄家了？
个是我。先杀奶妈呀！你不杀奶妈，这怎么杀？我看你还能不能奶得上来啊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勾回来，有闪没有？没有闪。哎，这机器人怎么鞋没有呢，兄弟啊？没有二速鞋呢？1600，我已经携手了。走，我们回家携手的。下边有疾跑。小龙。漂亮，就杀的大树，兄弟们，我这没法上啊，这我这也没法上啊，你让我上去扛去，这里有眼儿啊，哎呦我天哪，这里头有眼儿啊，一枪给你枪毙了。回家多好，回家对面不龙魂了吗？那肯定想打一下子，对不对？二打二嘛，想试试。女警想尝试一波，让我上去扛，然后他收割，他这么想的。你们确定要打大龙吗？嗯，可以。这奶妈怎么跑的跟个兔子似的哟。你俩打吧，我不上了。没事，我回家帮你们守。大龙能不能？看来是不能。女警让蓝枪给杀了。
换个软件改造啊，我看看这个大龙他们打没打，稍微等一下。别打了已经。这怎么死的这是？给足视野啊，人马下去抢。漂亮，人马快跑，快跑，别回头。兄弟，不是我不救你，我告诉你，确实是没办法。快点来，跟我守一下塔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我现在已经有点瓮中之鳖的意思了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我有个大龙 buff， 龙种。我们是龙种。振奋吧，这把振奋。我将死战不休。没事，他们家卡牌没有大招。大树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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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兄弟们，我应该是被玩死了。继续。GG， 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确实尽力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盯着大树？